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云南红河的绿春，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下绿春长街宴的魅力。长街古宴是哈尼族十月年中的一个习俗。长街古宴是哈尼族当地群众庆祝丰收、祈福纳祥的日子。每家每户会在街上摆张桌子，今年摆了4000多桌，也就绵延了4000多米。人们纷纷盛装出席。整条街道被装点得五彩缤纷的。我们来看看有些什么吃的。由于竹虫马扎哈尼蘸水、泡鸡脚前、鸭蛋、鸡肉等等，每家每户做的都，哎呀妈呀，实在太丰富了。绵延5000多米的街道，摆了4000多桌，一桌吃一口，我也要吃。4000多口，根本走不完，更别说吃了。这是当地有地位的人才能做的龙头，载歌载舞少不了。人们推杯换盏，好不热闹。过来感受一次长街宴，你都不知道原来。